入咧第二個動作啦，就係、是、Goddess Warrior。Goddess Warrior 咧，我哋個左手咧擺喺個左大髀上邊，咁啊右手掌咧扭向天花板。你可以咧食指手指公墊埋一齊啦，因為靚啲啦，或者係 Yana Mudra 就係 Achievement Through Knowledge。OK， 咁左心口咧向前多少少，跟住慢慢右手咧指住天花板。跟住咧，留意翻咧，好多時咧，一開始攰嗰時候，個右膝頭哥可能直咗嘅，曲翻個膝頭哥多少少。如果想再挑戰，慢慢右手挨口，膨脹個心口 ，hold 住。每次吸氣咧，挺個心口向天；每次呼氣咧，曲個右膝頭哥多少少。Five breaths。記得唔好咬住棚牙，放鬆塊面。